在新地图上有一个华丽宝箱，哇，这个米哈游他不和你玩套路，他和你玩人性了呀。就在这个巨香海岸这边，然后有一个岛，这个岛就在地图的最边缘。然后我当时想着就是艾伦说的什么消灭海对面的人就是自由了吗？然后我就抱着这种去玩名场面的想法，跑到这个海滩上，看到了那个华丽宝箱。然后你想，平时这种华丽宝箱，你不做个任务，不解个复杂机关，你拿得到吗？对吧？拿不到。结果他现在就摆在那边，就等你去拿，没有任何机关，全都是人性。就走近一看，对面坐了一个丘丘人，非常孤独地望向远方。哇，我瞬间就被这个场景震撼到了，这个丘丘人如此的孤独，整个画面又很平和。然后我刚刚做完草神的那个任务，里面一直提到回家回家回家嘛，然后丘丘人我们也知道是坎瑞亚移民嘛，所以他就这样孤独地坐在那边看着海的尽头的时候，我瞬间就觉得我需要为了那五个原石或者十个原石把他嘎了，然后把他的东西抢走嘛，就是瞬间我觉得这个行为啊就丑陋起来了，我就下不去手，我就觉得这个宝箱我可能就不会去拿，我觉得放在这边这个场景很美好，我不想去破坏它。厉害的呀米哈游，这个人性拿捏的死死的呀，真的是。